40岁那年，林心如嫁给了男神霍建华，婚后不久生下女儿小海豚，完美爱情煞现旁人。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林心如曾经和林志颖在一起过，两人还是彼此的初恋。林志颖、林心如因合作校园敢死队结缘，是当年有名的金童玉女。林志颖的父亲还说，林心如是他唯一带回去过的女友，可见当初林心如在他心中的地位。但没过几年，这对恋情就以分手告终。时隔22年后，林志颖在采访中首度透露和林心如分手的内幕。林志颖表示，林心如哪都好，就是异性缘好到离谱。当年在拍《还珠格格》时，林心如公开表示对苏有朋有好感，年少气盛的林志颖十分不满，主动写信提出分手。采访出后，有不少网友觉得林心如太渣，有了男朋友还在公开场合说对另外一个男人有好感，也难怪林志颖会选择分手。